1980年5月4号，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卢布尔雅纳溘然离世，享年88岁。铁托是红色阵营内同斯大林与毛主席齐名的伟大领袖。作为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他带领着自己的国家在二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为苏联站稳阵脚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然而，他本人不仅从未见过斯大林，甚至终生没有访问过苏联。毫无疑问，苏联曾经是南斯拉夫最为重要的盟国。然而，铁托与苏联无缘的真实原因，还因两国已期盼许久的蜜月期，比想象中的还要短暂。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啊，我曾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三度暗算南斯拉夫。斯大林为争取英美的支持，不惜一度将铁托领导的南共当作砝码，同英国进行交易。不过，铁托与南共并没有因斯大林的小动作而选择在战争中就同苏联撕破脸，同时也因南共的活跃，在战后他们以极其强势的姿态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合法领导者，避免了因英苏交易而沦为阵营交锋的前线。不管过程如何，对于铁托而言，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结局正是他想要的。因此，当斯大林向他表示愿意尽释前嫌，并邀请铁托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时，铁托表示欣然接受，并且愿意为苏联充当先锋。斯大林并非不知道自己在铁托面前像一个两面三刀的小人，然而一方面，苏联庞大的体量确实可以对刚刚掌权的南斯拉夫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刚刚从二战走出来的苏联对南斯拉夫也有着极为明确的需要。为了满足南斯拉夫的需要，苏联也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讨好铁托。苏联之所以需要南斯拉夫，原因在于红色阵营在东欧与南欧的一系列盟国当中，只有南斯拉夫一国的共产党组织是靠自己收复绝大部分国土，并通过国内选举的手段上台。而对于匈牙利与罗马尼亚这样被苏联架着抬进红色阵营的国家而言，其执政党在国内的地位并不稳固，同时其国民也并非主动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将南斯拉夫拉入红色阵营，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实现腾飞，不仅能为苏联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角地，同时也能作为正面典范，帮助其他由苏联扶持的红色政权稳定国内局势。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斯大林以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全面支持，成功挽回了铁托的友谊。南斯拉夫也投桃报李，极其积极地扮演着红色阵营二当家的角色。1947年的欧洲，冷战的铁幕逐渐落下，为了扶持西欧国家尽快走出冷战阴影，并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美国决定以金钱为武器，推行大力支持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对于南斯拉夫而言，他同英美在二战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自然有资格去申请美国的援助。不过，铁托拒绝了美元，并在苏联之前首先对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马歇尔计划进行了抵制。同时，为了向斯大林表示忠心，南斯拉夫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中也有着重大的贡献。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目的，从表面上看是代替共产国际，为红色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一个平台。然而，因苏共的话语权过大，共产党情报局实际上会成为苏联遥控指挥其他国家的指挥部。虽然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大都有苏联扶持，可是贸然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很容易面临国内的巨大政治压力。在各个加盟国犹豫不决的时候，南斯拉夫第一个跳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加入，而这就像一剂强心针，成功让其他东欧国家放下戒心，愿意遵守苏联在战后拟定的国际秩序。面对南斯拉夫的忠心，苏联在七大经济领域向南斯拉夫进行了援助，并计划武装35至40万南斯拉夫军队。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斯大林与铁托的友谊在1948年戛然而止。这件事情还要从南斯拉夫在自我认知上出现的偏差说起。苏联与南斯拉夫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并在许多事关阵营的外交问题上保持步调一致，这对于两者而言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在与苏联的相处当中，南斯拉夫却坚定地认为自己并非是苏联的小弟，而是红色阵营的二当家。铁托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南斯拉夫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红色阵营的二号国家。南共在国内的合法性几乎超过了所有红色阵营国家，同时在二战结束时的新一轮领土划分后再次获得扩张的南斯拉夫，无论是领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相较于除苏联外的其他红色国家都拥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一样的支配关系，而应该是兄弟一样的合作关系。实际上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外交行动中也积极邀请了南斯拉夫进行共同商谈，而这种超然于其他红色国家的地位才是南斯拉夫愿意同苏联保持步调一致，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甘当阵营马前卒的真实原因。然而当视角转换到斯大林与苏联时，事情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在斯大林的眼里，南斯拉夫虽然比苏联的其他红色阵营盟国大一些，但是在庞大的苏联面前，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个个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小国，因此无条件服从苏联的领导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苏联之所以会在战后的两年间积极邀请南斯拉夫参与阵营布局，也是因为南斯拉夫是这一阶段内苏联唯一一个靠得住的盟国。随着红色阵营内的其他国家逐渐稳住阵脚之后，南斯拉夫便不可能再保持其在阵营中的超然地位了。1948年2月，苏南堡三国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然而这次红色阵营之间的内部会议却一反常态地充满着火药味。在帮助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布局之后，南斯拉夫要求自己应该扩大在所属地区内的影响力。南斯拉夫要求以自己为核心，联合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等国成立巴尔干联邦，将整个巴尔干半岛转变为一个巨大的红色国家。然而该计划虽然能令南斯拉夫的国力产生本质提升，但却需要苏联直接面对由美国支持的希腊反共分子，同时整合了整个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将会过分强大，很有可能威胁苏联在东欧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斯大林对于这一计划不仅没有投入太多的热情，甚至在南斯拉夫单独行动时还有意无意地进行阻挠。在苏联的放任下，希腊共产党最终没能在内战中建立政权，希腊加入巴尔干联邦一事化为泡影，而南斯拉夫想同阿尔巴尼亚合并一事也在苏联积极扶持以霍查为首的亲苏派的背景下告吹。苏联霸道的行事作风令铁托愈发不满，他表示南斯拉夫同其他东欧国家不一样，南斯拉夫是靠着自己争取到的独立，理应由自己决定南斯拉夫的命运。然而苏联根本不想尊重铁托的想法。在苏南堡三国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直截了当地指出，南共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养成与莫斯科商量的习惯。不过虽然说是商量，但铁托比谁都清楚，与苏联商量意味着事事都要遵从苏联的安排。因此在莫洛托夫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之后，铁托觉得苏南之间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1948年3月18号，苏联撤走了支援南斯拉夫的全部技术专家，两党开始以信件的方式进行论战。在苏南论战的三个月当中，斯大林的矛盾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一方面完全不吝于以最严厉的语言批判铁托的特立独行，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却一厢情愿地幻想铁托能顶不住压力并最终屈服于苏联。可是铁托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本身拥有浓厚的独立色彩，苏联方面的压力只会让他不断坚定走自主道路的决心。最终在苏南双方进行了三个月的论战之后，斯大林终于明白铁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为了报复南斯拉夫的叛逆，苏联开始以共产党情报局为媒介，联合小弟们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批判，并最终将南斯拉夫剔除了这一机构。铁托从没想过这一个在自己的积极倡议下成立的组织会第一个开除自己。事已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终将走上不同的道路。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准备轻易放过这个忤逆自己的人，苏联与南斯拉夫的恩怨此时才刚刚开始。苏南危机之后，铁托在红色阵营内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词语。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苏联内部与东欧各国之内都掀起了清除铁托分子的运动。这场运动为刚刚建立起的苏东阵营带来了一场浩劫。东欧国家内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国家主席以及数十名其他高官，在这一次的清除运动中都沦为了反面分子。苏南危机也彻底带走了铁托对于苏联的好感，他看透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经蜕变为霸权主义国家。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也没有努力将苏南关系恢复到1946年那种状态。最终苏联与南斯拉夫都在新世纪前迎来了相同的结局，而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